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不懈的追求。用歌曲的形式讴歌中国梦，阐释中国梦。唱响中国梦，是音乐工作者们光荣的使命。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著名作曲戚建波、著名作曲舒楠，看清自己，也要看清世界。著名歌手王丽达。做客艺术人生，畅谈歌曲创作的幕后故事，精彩马上继续。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碗中华儿女不懈的追求。用歌唱的形式讴歌中国梦，阐述中国梦，唱响中国梦，对于凝聚各方的智慧和力量，激励我们投身到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当中，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那么近日呢，中宣部等部委向社会推荐了首批20首歌唱中国梦的歌曲，一经推出呢，就在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今天我们就非常高兴地为大家请到了这些作品的部分词曲作者、演唱者做客艺术人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作品背后的故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心中的中国梦。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艺术人生的嘉宾，美丽的中国梦的作曲戚建波。你好，戴阳帆的作曲舒楠，好久不见，林哥，好久不见啊。还有共圆中国梦的演唱者王丽达，你好，丽达好，大家好，来来来，三位哈，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啊，有几个共同的问题要问我们的每一位嘉宾。头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是中国梦的主题歌曲的推广宣传嘛，所以我特别想问的是，梦想在你们各自的心里是个什么样子？切尔，我认为每个人的心里的想法不一样，在每一个时代，我拥有每一个时代的梦。对我来说呢，我是个作曲的，我的梦就是如果有一首两首好歌大家喜欢听，我的梦就实现了。就这么简单吗？就这么简单。除了这个以外，你比如说，我理解啊，这个是你事业上的一个梦想。对。还有呢，生活上。我觉得现在的生活都非常的好。已经很满足了。舒楠。就是每个人的小梦就会组成一个大家的梦，小梦就是啊，每天能够吃到干净清洁的这个水食物，然后出门有蓝天，有新鲜的空气就好了，就好了。好，王丽达，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就是家庭幸福太平，这就是我的一个小梦想，我觉得我好像也实现了。那我觉得真的各位说的都特别实在，好像你这首歌还挺有意思哈。对，这首歌你不光是演唱者，你还是参与创作的人。对，策划者。策划者，对，因为这首歌好像是你丈夫写的是吗？对，我先生汤子欣写的。说起来挺有意思的，是有一个作词老师李琴老师给了这个词给我，我看完之后我非常喜欢，我当时正好跟汤子欣在一起，我说你看这个歌词，我说我很喜欢，你看你有没有感觉？他一看，他说我有感觉，他说你有什么要求吗？他就感觉好像就是他有灵感了。我说我有要求，第一我要3拍子，
啊，我选我想要圆舞曲，这种小夜曲的圆舞曲的这种节奏，欢快一点的、啊、对，我说我希望能够通俗接地气，因为他是流行歌手，嗯，所以他在他的可能创作方面会有一些流行音乐的感觉。我说你就我的要求就这些，他很快的速度两天曲子出来了，啊，他自己哼完之后，他觉得他就给我听录音，他说你觉得满意吗？我说我很喜欢，个别音调整一下，曲子出来了。我明白了，这首歌是汤子欣先生受命王立达写的。对对对，是的。对吧？啊，说这么热闹了哈，我有点按耐不住了。你先给我们清唱两句怎么样？好啊，可以。啊。五千年的黄河水，流淌着一个梦。河梁岸上的乌色土，长出了梦中景。一杯杯的薪火相传，不变的是笑容。听着滚滚船潮，举起共同的心声。国家富清唱的时候都高啊，情绪一上来就容易提高了。谦虚是吧？我一会儿我们给你机会哈，认认真真的放着音乐，咱们再唱一遍。好。还是我还有一个同题的问题，就是通过这样一次创作，你们觉得自己有提升吗？我在创作当中，我拿的这个词确实给我的激励也很大。我当时我一拿到词，我就定格，就是一首进行曲。可是进行曲当时又设定了给曹福佳演唱，我就想呢，带有律动一个舞曲风格的进行曲，我想它让它充满一种激励，给人听了一种兴奋。而且这首歌呢也是一种巧合，后来我就把它强化了一点，就是我们的国歌，那主题就是梆梆梆梆梆梆，我们万众一心。那么在我这首作品里边，从开始到中间整一个过程到结束，哪怕最后一句都是贯穿始终，我们只有万众一心，中国梦才有可能实现。舒楠呢，你呢？就我们去国外任何的地方是吧，你就会觉得很骄傲，都很羡慕中国目前这样的环境。为什么这歌叫《在扬帆》？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能够达到新的境界，就精神上也特别文明。所以就是抱着这种心态，我希望，因为又加上这个戴玉强和王丽这两个歌手都是很好的美声唱法的这样一个组合，也合作过很多次，按照他们的身躯去写，所以显得特别高亢，有领唱有合唱，表示一个高大上的情怀。有这样的作品出现，我特别能够理解。对，立达呢？哎呀，听完戚老师和舒楠老师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其实可能是因为这个阶段吧，所以我的梦想，我在这首歌当中，其实我也是有提升的。因为在歌词当中，我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有好几句是能够触动我。咱们用劳动和汗水去创造自己，出彩自己。我觉得这一些都是好像说的每一个人，每个人只要真正的去勤奋努力，梦想并不遥远，其实就在身边。没有那么的遥不可及。对我来说，我努力了，我实现了自己的小梦想，我觉得就是心中就圆满了。好，幸福妈妈啊，幸福妈妈哈。那我接着王立达的这个问题往下问哈。他说的特别对，就是你一定要去努力。那结合你们自身的经历啊，我相信每一个人可能都经过过一番奋斗，甚至于经过过一番挣扎，才走到了今天，看上去在这个光鲜亮丽的外表背后，其实
都有各自的心路，啊，也许有一段我们还是爬着过来的，只是大家不知道。那我更希望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你们结合自己，就觉得怎么样坚持一下就过来了，怎么样一咬牙，我们的梦可能就实现了。来，那我还是从我的创作谈起。嗯。应该说，创作写歌一开始就是爱好喜欢，那么后来一直到前年，我上春晚上的是9首。嗯。后来就发现，上春晚的歌不一定是代表我当年的最好的作品，我上了春晚的歌也不一定火起来了，反而有一些火的歌没上春晚啊。我就发现，目标就得改变，为什么能火？这个过程就是心里慢慢慢慢就找到了一个点，就是为老百姓写歌，老百姓喜欢什么你就写什么，没有问题。歌只要你把握好了，就能受欢迎，就有火的可能。你瞧瞧，你看了这话都说到大家心里去了啊。您继续。所以我想，那你写什么呢？后来把有一些可能可以写可不写的慢慢给它淡化，就围着真善美，弘扬正能量的东西。现在这个口号都提正能量，但在我的作品现在想来想去，可能受欢迎的作品几乎都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来的这观众也不少。你这样，我还真是刚才忘了哈。你这样，你说了半天了，大家把戚建波跟他的作品画上等号了吗？连起来了没有？你们当然都能连起来，我是指咱们后边的大姐大哥吧，你们都连起来了吗？你随便跟大家给大家哼几个你自己的作品吧。你只要是走进生活，走进老百姓，你心里装着他们的时候，你的作品就离不开他们，出来的东西是一定让他们听的。手拉着手，相思不离。既要接地气，看清自己，也要看清世界。十几年，我正是一直抱着一个一直要努力、一直坚持的心。那长长的脊梁，心那黄河的血液，只要起一笔疙瘩就是成功了。有梦就有期待。王谁写的呀？他说是一个小屁孩写的，其实是我写的。我们就下岗了，所有的阿姨叔叔都能跳起舞来。那像老百姓写的歌，你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那你的作品真是不成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不懈的追求。用歌曲的形式讴歌中国梦，阐释中国梦。唱响中国梦，是音乐工作者们光荣的使命。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著名作曲戚建波，著名作曲舒楠，看清自己也要看清世界，著名歌手王丽达做客艺术人生，畅谈歌曲创作的幕后故事。精彩马上继续。从常回家看看。母亲，父亲，儿行千里母担忧。至少我们平常听的亲情的歌我的比较多，那么今天站在这舞台上的王丽达
我不能说是代表作品，可能是代表作，是代表作，真代表作吗？真的，亲吻祖国，亲吻祖国啊。那么大家，所以我说呢，还有很多喜庆的歌，开门红，好运来，欢天喜地，欢聚一堂。所以我想来想去，其实我写的别的歌也很多，可是为什么这些歌呢深入人心，得到老百姓的喜欢呢？他就是才说了，现在需要作品接地气。那么我就想呢，只要你把我的生活这种状态，接地气的作品才能留得住，因为与大家比较近。对，所以我就想了，你只要是走进生活，走进老百姓，你心里装着他们的时候，你的作品就离不开他们，出来的东西是一定让他们听的。好，说得好。来，舒楠，我你也给大家唱几个你的歌，来唱唱先唱俩你的歌，先把自己这个在画上等号。行啊，我还是先说吧，因为我觉得你说完再唱，说完再唱，你唱完以后说的效果好。我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写歌是一个清贫的爱好，特别在我小的时候，我背着一把吉他，然后在很苦的生活里，大学毕业去打工，然后弹吉他、唱歌、写歌，我觉得其实是很苦的。但是在那种物质生80年代的那种物质生活里，他觉得哎，这个能挣几个钱啊？你有什么前途啊？都是好做生意干嘛？那后来我曾经有好长时间就写不好歌，其实在07年之前都是很多次写不好歌，我写的每一首作品别人都说不好听，一次一次的会打击你啊，就觉得是否要放弃？你已经这样还不放弃吗？嗯，后来还是没有。我跟戚老师有所不同，我是做电影配乐为主。那么07年我就为一个电影叫《香巴拉信使》，就写了一部电影的配乐，得了金鸡奖最佳音乐。那么那以后呢，我就觉得可能进入了自己创作的一个状态。我想戚老师您也经过这种，就是长期写不好，忽然开朗了，然后我就迎来了我第一个就是特别幸运的时刻，写了一首《生死不离》。这首歌其实是蛮教育我的，我先给大家唱唱。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血脉能创造奇迹，生命是命题。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手拉着手，相思不离。手拉着手，生死不离。生死不离，这是我们传统的美德。是的，是的，是吧？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当中不可少的那份亲情。是的，是的，啊、嗯，来，您继续。你把你的艺术价值和艺术观点放大，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受益有感触，这才是可以出来。无论是生死不离啊，包括常回家看看，这是每一个人常有的心态。所以我从那以后就变得很开朗，就开始就是创作很多，比如我在奥运会的站起来啊，包括像后来我又做建国大业，建国大业当时得华表奖的时候是您主持的，给我的那个奖。对，然后得了这个奖，然后里边也写了一首主题歌，当然我是做电影配乐比较多，叫追寻。追寻，追寻，来给大家听。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真，心中抹不去的那一片云彩，追寻那永远属于我们的那份无悔的忠贞，忠贞。这还是孙楠比较好，孙楠唱的不行，这歌太高了，唱不行。嗯，然后我就觉得啊，这歌出来以后呢，也是得了5个一公之奖，有很多的作奖。对对对，得了很多奖。哎哎啊，然后就让我觉得哦，原来就是不能缩在自己的小圈圈里，应该跟就是所有的人一起血脉相通，就像您说的，才能够打通你的创作的关节，才能够创作很多。
那么后来就写了很多，比如说让子弹飞啊这样的，都是电影配乐的作品，它要跟画面特别契合，那是另外一项作业，它不是歌曲这样，它是另外一个交响乐的一个工程。我的艺术经历就是这样。那么我所能告诉大家的就是，既要接地气，看清自己，也要看清世界，这样。好，这样的歌应该多写哈，越多越好。来，王丽达。我想说的是坚持努力，因为我觉得我在新歌赛的舞台上是一步一步的，应该说非常艰辛的走过来十几年，我正是一直抱着一个一直要努力一直坚持的心，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完成自己的梦想。那其实我结合三位刚才的经历啊，你们在说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自己的经历。我相信很多观众都是这样，在看着我们节目的时候，也在思索着自己的过往。我们相信我们的未来是幸福的，我相信人生是美好的，可能我们的生活真的就至少你的内心会非常的愉悦。对，啊，是吧？我不知道，这是我听完你们三位的这种结合自己的这个人生之路来说这个心中梦想的一种感受。啊，那接下来大家有没有愿意听一听王丽达演唱的《亲吻祖国》呀？太深太深太深的记忆，太久太久太久的分诗中的戈壁，亲吻我那深情的中原大地，亲那长城的脊梁，亲那黄河的血液，亲吻我那那个唱的比写的好，没有没有，写的好，写的好，这是你真实的评价吗？这是唱的比写的好啊。如果这我觉得相辅相成哈，你评价了这个歌，你再评价一下你这次入围的这首歌，入选的这首歌，或推荐的这首歌。好，先表扬表扬王丽达了啊，先表扬。对啊，应该说一首好歌吧，从作曲的讲得有一首好词，写完了以后得一定得有一个能表达这首歌的一首好的歌者，就是演唱者。我不是夸他，这首歌呢很多歌手唱过，今天来的可能也有不少是艺术院校的学生，可能也是你们教材里的一首歌曲。确实可能王丽达的演唱已经成你们的翻唱了，唱得非常好。应该说王丽达他从整个的演唱能力和他的风格上很容易驾驭这种作品。不是夸你的吧，唱的真是非常好。我的鸡皮疙瘩你怎么唱我都能出来，小时候唱也能出，只要起鸡皮疙瘩就是成功了。我在939天的时候脱了衣服往外边一扔，浑身都是鸡皮疙瘩啊。这个说说这首歌吧，这个美丽的中国梦。因为在我出这首作品出来之前吧，已经有了很多版本了。那么对于我来说呢，那必须得进入到这个创作队伍里来。那么这里边特别感谢词作者，有梦就有期待，有梦就有未来。如果一个人梦都没有，你啥都没有了。就是你因为你有希望，你才能朝那个方向去奔。
说的太对了，我突然想起这个，就是北大呀，他最近刚拍了一个宣传片，我觉得上面有一句话特别好，就我也是参演者之一啊，一起演那个片子，他上面真的有一句话，说不是生活支撑了梦想，而是梦想在支撑着生活。是，就是这啥，多好，这话就是啊，太有哲理。对对对，他非常有哲理。说的好。那就在这里这一句呢，我就想把它抛开整个作品里边的，我单拿出来一个，就像一个段落一样写了这两句，这两句典型的就是一个号角，有梦就有期待，有梦就有未来，号角真的是号角啊！单独你们如果将来听的时候，这两句是撇开了整个作品的，出现这么两句，我因为有了这两句词，才有了这两句旋律，特别感谢这首词的作者。好，说的太好了。来，先说好玩的吧。这个先说丽达，丽达在 N 年前跟我拿一首歌出来，跟我说，那个苏阳老师有一首歌特别好听，叫《我是中国人》。对。我说谁写的呀？他说是一个小屁孩写的。其实是我写的，对，他对不上号那时候，就从今后呢，我见他我就说打电话谁啊？我是小屁孩。那小屁孩来说说你这首歌呗。他的声音真的很好玩啊，就是他的声音总能就像齐老师说那么高亢啊，而且挑战大难度哈、那歌要唱也是特大难度，也是大对、所以我们这个行业里一般找那种特大难度、特能起鸡皮的就找他。赛扬帆这个词呢？他是我的老搭档张和平老师写的，北京人艺的院长。张和平老师，我可以不谦虚地说，他是我的忘年交。他也是一个道德高深的人。那你想通过这首歌传递给大家的是一种什么东西？一种标杆式的斗志昂扬的一个梦。这个梦是接地气，但是它也是离我们每个人的梦想是很近的。就是我们永远走在路上，但是这个路慢慢是康庄大道。鲜血将复兴的原野浇灌，我们用滚烫的汗水把希望和理想实现，我们用万众的力量书写出光辉与灿烂，我们中的智慧让春天永不人间，走在路上，走在路上，走在通往中国梦的路上，将那誓言铺上红毯，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定实现，想起一句话来哈，人家说这个让我们的梦踮起你的脚尖，让我们的梦稍微高一点，让它超越生活的阻碍，看得更远一点，这可能就是我们心中的那个梦。那说到这儿了，在扬帆，你们在座的谁会唱？有会唱的吗？你看来，有请这俩姑娘给我们来唱一下这个苏南的这首歌，好不好？我们用热烈的鲜血将复兴的原野浇灌，我们用滚烫的汗水把希望和理想实现，我们用万众的力量书写出光辉与灿烂，我们用无穷的智慧
在路上，走在路上，走在同我中国梦的路上，脚踏实地，不唱空谈，坚称小康社会的目标定实现。走在路上，走在路上，走在同我中国梦的路上，没有后退，只有向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这里再扬帆。好，不错，来舒楠给点评一下呗。挺好的，调起高了，卤子吃咸了，还是起高了是吧？卤子吃咸了，挺好的。今天都是起高啊，今天都是起高了，唱的不错，唱的不错，谢谢。谢谢老师，谢谢两位姑娘，谢谢。我问一下王丽达哈，这首歌是你第一次跟自己的丈夫谭子欣合作吗？第一次，而且也是他第一次给你写歌。他第一次写歌，第一次写歌，原来都没写过啊，应该是。哎，你们结婚的时候，你们俩唱过那个二重唱爱情歌吗？啊，那个是别人写的。啊，那是别人写的，他们俩唱的，对，是吧？因为那个他们原来都是唱歌的嘛，应该说。对。写歌很少啊。对。那通过这次合作，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感受？你觉得跟自己丈夫一起合作，是不是跟他们不太一样啊？我们就下岗了。没有。其实我觉得，首先，我觉得跟自己的丈夫合作，可能在有些细节上，我会可能更加的自己按照想按自己的来。我说，哎，老公，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音不好听，你给我改了。就是他敢说，既然这老婆敢说不敢说，没有。然后他说这个音这么难听，所以不敢说。没有，也不是，因为确实是他也是第一次创作，所以在演他是唱通俗的，我唱民歌的，其实有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要跟他去挺耐烦的。然后等我在监棚的时候，编配的时候，全是我。我说我要什么感觉？我希望能够让公园里所有的阿姨叔叔都能跳起舞来。也就是说，希望能够这首歌接地气。嗯嗯。所以在创作上还是挺好玩的。是吗？这首歌的梦就是让阿姨跳舞，你的梦就实现了。就对对，是真的，阿姨们要在广场上都能跳起来，你的梦真的就实现了。但是真有了。啊，有了吗？有了，网上有非常多的跳得特别好。是吧？啊。那你这样，我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和着音乐在这儿认认真真唱一遍，咱们现场的阿姨大姐们，咱们来做一个评判啊。就是这首歌，咱能不能跳起来？如果大家觉得能跳起来，他唱完啊，上来跳，可以跳啊。他唱的时候您就可以跳啊，您就在那跳都行，或者到这儿来跳也可以，是吧？可以，来。那像老百姓写的歌，你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那你的作品真是不成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不懈的追求。用歌曲的形式讴歌中国梦，阐释中国梦。唱响中国梦，是音乐工作者们光荣的使命。
成功了。谢谢谢谢啊，非常感谢，跳太棒了，谢谢。就是你看这大哥大姐啪站起来，你们跳的真棒哎，跳的真好啊。你们不是驼吧？你们不是托吧？不是。哇，你们俩没有合作吧？太好了。我以为你们俩是搭档呢，你们俩是舞伴，不是啊？太棒了，太棒了。看来还是就是这个歌曲还是有一定的感染力哈，让你们能够跳起来。那我问你一个特实在的问题，就是在创作歌曲的时候，为什么要定位在说我这首歌，就是要让大妈们可以在广场上跳起来？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最大的心愿和梦想和幸福和快乐，就是能够让所有的能够演唱喜欢，能够让他们开心。因为我觉得作为歌者，能够用歌声传递一份快乐，非常的幸福，也非常荣幸。这个我完全能够理解哈，而且呢，我想大家的这种想法都不是空穴来风，都不是凭空而降的。都是有实实在在体验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年心连心，对啊，我们这些年去到边防，到基层去慰问送温暖等等吧，你真的会感受得到那种火热的生活哈，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这个父老乡亲们他们对艺术的这种热爱以及需要啊。对，各自有没有在这个下基层去慰问的过程当中有那种难忘的记忆？我们经常下去采风，到底采风的时候呢，我不能说我的歌特别多，但是下去大部分听的歌，如果在广场上走到群众当中的时候，可能往往听都是我的歌最多的啊，最多的这个行业里。我觉得这个有一天啊，我们到也是很便宜的地方去采风，就一些街头，他北京的那就听惯了。这个我不能说他有多么发达，相对我的感觉，我看着是比较落后的一个地方。一个大树底下，一个学校，一个操场，坐了一群人，都是什么人都有吧，有拉二胡的，有调的，有唱的。在那放的好像就是母亲。有一个老大姐。应该也在50多岁吧。哎呀，打扮的也挺时尚。你想一个县城里吧，在那唱母亲，我们这都没动。唱完以后，又有个男的又唱了父亲，这帮彩虹什么妈金波，他们都在那唱你的歌，唱你的歌啊，都在唱你的歌。吸着嘴的说：“哎呀，我说你是叫什么赶上了？”那么从一个作者的角度呢，心里特幸福啊，很幸福，特幸福。因为你的歌没人唱，就什么你的作品不成功。对，我们不需要每人有的作品呢，大家不上都不成功。特定的作品呢，可能就是有很多场合你听不到，但是这种借你是面向大众、面向老百姓写的歌，你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那你的作品真是不成功。好，说得好。那说到这儿呢，我觉得真的还是那句话，好歌就要大家唱。我们整个这几期节目一直围绕着这个话题在说，一直围绕着这个话题在进行，相信。随着我们这个活动的不断的深入哈，会有更多这样的好歌走进我们千家万户，能够更真正的让我们在这个歌声当中去更加的靠近我们的梦想，能够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而奋斗。好的，那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一位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优秀的青年歌手，为大家演唱齐建波老师的这首《美丽的中国梦》，来，我们掌声有请郝富佳。向天。
好了，那这期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在这儿要再次的感谢我们现场观众您的守候，感谢您的配合，谢谢大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要了解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请您关注我们设在新浪的官方微博@央视综艺，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实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在这里恭候着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不懈的追求。用歌曲的形式讴歌中国梦，阐释中国梦。唱响中国梦，是音乐工作者们光荣的使命。那个唱的比写的好，没有写的好，写的好，这是你真实的评价吗？只要提一笔嘎的就是成功了。我在1939天的时候脱了衣服往外边一扔，浑身都是鸡皮疙瘩啊。我说谁写的呀？他说是一个小屁孩写的，其实是我写的。就从这以后呢，我见到他我就说打打电话谁啊，我是小屁孩。每天发那个朋友圈各种宝贝的，对，每次见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哎，哥你看，对，你看我又长变了，又长了，你看又变了啊。我说这事你老让我看，他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早说开开嗓。那我能请阿姨们一起来跳吗？你先，你起码唱一段让人家阿姨们感觉一下这歌合不合适跳。对我来说，我努力了，我实现了自己的小梦想，我觉得就是心中就圆满了。好，幸福妈妈，当然幸福妈妈哈。有梦就有期待，有梦就有未来。传递高兴的情绪的时候，能够把你的歌作为一个他高兴的一个东西来传染。军哥，我还是先说吧，因为我觉得、啊、你说完再唱，说完再唱，你唱完以后说的效果好。